加班呢？啊，走的时候记得关灯啊！辛苦辛苦。我们不能再在公司留这么晚了，万一被公司的人发现我们两个用老庆的名义参赛，那就有麻烦的。 何止有麻烦，会有大麻烦。去我们家吧，真的，好吃好喝给你们备上，把老庆也叫上，这样我们三个人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对你做点什么。哼，行，等会我和老庆说一声，明晚7点。 鉴于最近徐组长太辛苦，又需要挣外快忙比赛，又需要忙自己的分内工作，那么二者兼得，一样都不许落哟。就你说，现在就好，先走啦。 要不然找陈尚问问，他上海人脉挺广的。嗯，不好意思，发错了。勾起人后，行行还不让看了。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。你们两个自己吃了晚饭再过来。
老庆呢？店里还有点事，晚点到。不影响他做生意吧？应该没事。坐。我去外面透口气。小圆儿，你这房子一个月房租得不少钱吧？我朋友借住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有那么有钱的朋友，还给老徐打工，你朋友干什么呢？房地产还是我也不记得了。干活。哎，老徐，你说是什么朋友那么大方，把房子借给他住？会是男朋友吧？他没有男朋友。嗯。哎，妹子，你单身呢？你要给我介绍人吗？也不是不行啊，我身边也不是没有那种又帅又有钱的。有比他帅的吗？难，但肯定比他有钱。但我这人就喜欢那种又帅又没钱的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我们老徐连一个女朋友都没谈过，他没经验。切，笨鸟先飞听过没有？可以问我。我发现咱们的产品其实都可以装双系统，但是根据后期的市场测评还有数据分析，发现北斗的使用率其实不高。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北斗一起合作？北斗是中国的定位系统， GPS 是美国的定位系统。是我们做的太晚了吗？还是？并不是，其实我们一直在做。今年北斗三号开了世界导航卫星史的先例，一口气发射了18个卫星，预计在年底开始提供全球服务。一开始落后于人，并不代表会永远落后于人。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做导航科技了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你会写代码？不会啊，但是我会帮你拿饮料。好。谢谢啊，我最爱喝气泡水了。说给你了吗？行。你俩聊，我多余了，我走。